史性突破，媳妇171斤减到141斤，闺女139斤减到121斤。今天是媳妇儿和闺女的第73天减肥了啊、哦、一直卡在这儿啊、哦、然后还长了一点点。昨天呢闺女爱爱啊是122斤整。腰一下。今天来点狠的啊，一会儿腰完体重给你们公布。将1000，嗯，太棒了吧！多少？122啊，今儿121啊，降了1斤。来看中基数的吕大公主，昨天是142.8。吕大公主和爱爱说了，不降，今天玩点狠的了，可141.6，降1斤2两，141斤的人了。Oh my god！ 你猜了啊？太厉害了吧，媳妇儿。142.8，141斤6两，卡卡卡，他就会给你玩一大的，知道吗？我发现每次都是，等当给你玩一大的之后，嗯，他又给你卡卡卡，真的是这样，尤其就是到后期，知道吗？嗯嗯，对，就是说白了得有坚持，对，啊、嗯，肉不是一天长上去的，所以不是一天掉下去。如果遇到瓶颈期和平台期的时候，一定要坚持。虽然说重量没有下降，你腰3天，但是看见了吗？今天第4天，哐，一板一打，掉1斤多。但是昨天媳妇和闺女说了的，今天再不掉，掉与不掉，玩一个狠的说，媳妇来什么呀？你俩走开。看桌子上大西瓜了吗？媳妇要来一个鸡蛋黄瓜减肥法是吧？闺女来一个西瓜鸡蛋减肥法，因为她爱吃西瓜。这是应广大网友提的一些那个什么呀啊？平常老馋西瓜，馋西瓜，今天让她吃一天。吃一天，有网友提出这个意见了，说你们试验试验这个，估计能掉。好，来吧，今天太棒了，你们俩必须。哎，我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我让趴着给你们磕一个。行，行，等我减到125，你跟那趴着给我玩一个磕一个。嗯，给你一个爱的表白，行吗？每人一杯黑咖啡啊，然后下午运动之前再来一杯黑咖啡啊，特别好啊！今天来一个媳妇儿来一个黄瓜和鸡蛋的减肥法啊，一天全吃黄瓜和鸡蛋，橄榄油煎的鸡蛋，对。然后搁着那黑胡椒那碎，对，欧芹碎。然后闺女是来西瓜加上那个鸡蛋，嗯，还有点腰果啊，还有五个腰果，吃吧。太厉害了，141斤的人了，闺女121斤，嗯，马上跌破120啊，媳妇马上跌破140了，我的天神祖太，我你已经减30斤了。到边界的时候一定要狠着点。那也不能把人熬坏了，嗯，就是那根据情况吧。不，这营养还怎么样啊？是我因为这个咱们记录都是真实的减肥方法是吧？起起伏伏是吧？那个降个3天，涨2天，完哐，没事降一个大的基数是吧？大家呢，如果可以借鉴就借鉴是吧？不能借鉴那个，您说您那个要晕倒，有人说那个跟咱们减，假如说5天7天的。那个犯晕那也不行，是不是？不吃主食，你根据个人情况，是吧？有的人晕了就不行了。对，80%的人呢都没事儿，是吧？有极个别人说那不适应，也可以理解，是吧？大家根据自己的那个身体素质啊状况，搭配主食什么的，是吧？开吃吧，嗯，中午再做点硬的。我大闺女啊，中午给你们做点硬的啊。改变方式吃一下，太高兴了啊！今天是吕大公主141斤了，闺女121了啊！尤其是吕大公主减的30斤了，太棒了！中午见吧，赶紧下去。对，赶紧下去啊！回头见儿，拜拜。中午饭开饭喽，继续啊！媳妇儿来一个黄瓜鸡蛋减肥法，闺女来一个西瓜鸡蛋减肥法。吃吧，一个煎蛋啊！啊，每人一个煎蛋啊！嗯，我本来想跑回来，后来想算了，这样吃我陪着闺女，我那什么点儿，闺女人家那儿生吃，我也生吃。嗯，那晚上也这样吃呗，还得吃呗。
晚上我要不饿我就不吃，我也是。要是饿的话，我就吃就吃一根黄瓜。闺女，反正就一直是西瓜，嗯，是吧？对。因为那个屏幕前有那个网友，你们的好多姐们说，是吧？让测试测试那个吃一天黄瓜鸡蛋，吃一天这个西瓜，有可能减肥啊！咱们今天测试一下，再继续来点狠的。别浪费了，嗯，对，省得刷碗了。对对对，这都跟你们没有关系。烤肠、猪头肉炒这个柿子椒，炖酸菜冻豆腐，这个老妈蒸的窝头，还有炒油菜什么的，这其他的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是吧？嗯。今天李大公主是141.6是吧？是吗？是、嗯、是，闺女是121，对，历史新低啊！我闺女如果那什么，明天她应该能跌破120、嗯。太棒了！我这1.62可能费劲，但是我应该能跌破。我期待141。140，是吧？不能，1.62，我这太多了。140点多呀，你是141.6啊？你要140点多不也行吗？对，这可是近15年你是最低体重，哇，年得了，15年差不多。哎，我生完闺女，啊，我生完闺女我减到122。我不记得，反正我记得你是147.8、就是那个，我哪记得你120多？不可能，那记忆力全都在我近这几年了。是，那我还能蒙你？啊，你才少梦我了，真没有，是吧？天天吃好吃的，嗯，行，明天看看啊，吕大公主跟闺女能否掉141和121啊？屏幕前有跟你们一起打卡的，继续加油，尽情期待，真是闺女也那什么了，期待明天玩狠的了，对，西瓜减肥法，黄瓜减肥法啊，明儿见喽，拜拜。